飲食佢就啱曬啦。哇！哇！全部都係英文。買嗰個意味咧，佢買唔收三蚊咧，好厚嘅，最大就十蚊就。三蚊紙有啦，我十啊蚊張，啱唔光嘅啫，有個偷啊。誒，嚟嚟嚟。我個偷啊，只得個偷出嚟賣，幾多十蚊大啲啦。偷過嚟㗎啦。哇！大头鱼好大条喎，有啲系黑色身，有啲系银色身咯。嗯。大头鱼系咩啊？黄鳟鱼。啊，九多条啊！九鱼九鱼。汇昌酒店嗰度啊，你睇啲鱿鱼，呢个咩鱼？你估下，原来系大鱼，大鱼即系重鱼系嘛？大头鱼嚟噶啦，系大头鱼。哦，哇，大头鱼啊，好贵噶，我哋整个砂锅鱼头都唔错噶。大头鱼咪十，系啦，砂锅鱼头靓。系啊，砂锅鱼头靓啊。今朝嗰日买个透都十三啊蚊咯。哦，系啊，要啊要啊，平均嚟讲都要噶。诶，呢啲我知嘅。
鱼头仲贵过个鱼身啊！系啊，好肥啊！系咯，$4嘅，即系讲到唔使钱咩？嗬，系咪？咁咪廿唔晒，咁细嚿都可以孭噶嘛？系啊系啊。大头鱼。喂，咩鱼三斤？$10啊，有黄鳝啦，啊，$10呢啲啊新鲜喺和田嗰度捉翻嚟嘅。嗱，仲有呢、這個啊泥鰍啊泥鰍啊，哎哇！跟住有條新鮮嘅皖魚，呢條細條嘅皖魚。嗱，如果食細條嘅皖魚咧，就好嫩滑嘅。啊，不過我中意食大條嘅皖魚，食起嚟好似食雞肉咁好食嘅。哎呀！啊，跟住係皖魚，皖魚即係叫做草魚啊，草魚草魚，係啊。到時我會發個定位啊，俾你哋啊，各位嘅香港朋友啊，哇，清蒸啊，最正啦！大鱼，加啲葱絲啊，啲姜絲要切到好幼先好噶，唉，真係啊，老闆真係好快手啊，湯魚好熟手啊，一刀起啊，一刀落啊！好快脆就將啲魚肉刮曬啦，哎，跟住湯到啦，哇！皖魚嘅魚腸係好食噶，用嚟蒸皖魚魚蛋，係咪蒸皖魚魚腸啊？如果魚腸好正喎，蒸蛋啊，哎，回味無窮啊，好食過禾蟲啊！啊，逐一再睇下先啊，嗱泥鰍，嗱頭先講到泥鰍啊。是男人的加油站恩物嚟噶，哇好啊，壮阳咩保身啊，总之保腰保肾啊，16000都得啊，劲过何生何太啊，真系讲你都唔信啊，嗱呢啲就系鲫鱼啊，鲫鱼咧就爱嚟煲汤。鲫鱼啊，煲粉角鲫鱼汤，加眉豆，加只小豆啊，又可以加呢个咩啊？鱼腥草啊，煲呢个鲫鱼汤，好鲜甜，好美味嘅，哎，正啊！鱼腥草可以防癌嘅，哇！仲要睇下呢边，哦，哎，捉大鱼啊，冚冚声，哇，哎条条都新鲜，扎扎跳，啱啱喺鱼塘捉翻嚟噶，哎呀，一捞起，一堆鱼捞起啊，捞到个个风生水起啊喂！柯师傅啊，你下啊，扎扎跳好新鲜。啱啱精神捉翻上嚟嘅，哎，啊，老细你走翻去倒水唔系？好，讲住咁多先吓。哎，系仲有河虾未介绍？河虾啊，食过河虾个烧虾，哎呀，好新鲜噶啲河虾，啲沙虾嚟噶。好鮮甜嘅，食蝦一定要食沙蝦，就唔好食大蝦，食細只嘅蝦。啊，等下睇下呢只先，呢只係都係蝦，就唔知佢乜嘢蝦，拿起嚟睇下就，哎呀，睇下幾生猛，全部，哎，
再捉啊，真係蛋蛋出嚟啦！可以。喂喂喂！喂三猛拖，我有一个头，五蚊鸡，听见未？十蚊仔啊，都等佢啦，够嘢。哇，大黄鳝，大黄鳝整黄黄黄鳝饭好正啊！哎，十九蚊啊！吓，十九蚊啊！咁大粒粉，五笼鳝。时间整嘅抵啦，时间整咁大条鱼。时间整肯抵啊！都系买个透啊嘛，买个透都抵啦。哇！你個 friend 啊，你個 friend 啊，青蛙，青蛙嘅細佬，田雞啊，仲有，仲有水魚啊，我未撳嘅水魚啊，做人唔好做水魚啊。10块一斤，那那根本不值了。10块钱，他说10块一斤呢，四块钱，这个两斤多。大头鱼，哎，10块钱大头鱼呀，刚刚钱不投出来，10块钱就。10块钱呢？七分半，毛你佢啊！几蚊鸡啦？